过来帮我开下店，不许偷吃，不许偷吃啊！啊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先吃饱水喂喂。哇、哦，哎，还有土匪！啊，真香！狗蛋，你是不是偷吃我零食了？没有，那不对啊，沈贵妃怎么少了一包啊？那我也不知道，那应该是被你家的狗偷吃了、啊。哦，啊，那也不对啊，拖腿怎么变成五包了？哦，掉地下去了。叮叮叮，这哪里呀？你干啥去了？我去看车了。看车？我爸也准备买车呢。我的零食真的被狗偷吃了吗？哎，狗，哎，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来杯电视板。啊，不喝不喝，对了二狗，因为村里有个创业演讲大赛，你去参加一下。村长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台词都记不住。啊，那行，你不去就算了，第一名也就是个电视机，走了啊。啊，村长，我去。二大爷，给我拿杯电视板。嘿，狗蛋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开下店，二大爷有事出去一趟。对了，电视板你自己拿着喝吧。二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过两天有个演讲，今天去排练了，台词一点都没记住，记不住你不去不就行了？第一名是台电视机，咱们俩看着电视机吃着零食不香吗？啊，电视机。